这个我是说人生如球，人生如球啊。当我们童年的时候，对，把父母当篮球，嗯，买一包抢，要抢这个球，对，我的拥抱篮球，对，嗯，对。等到自己将来成家立业了，嗯哼，那父母呢，就变成排球，哦，就是推出去，推出去了，给老大去养，忘恩负义，给老二去养，啊，轮不到我老三，对对对对对，啊哈。但是父母再老了，再老的时候呢，把九十岁了，嗯，吃住都行动都不方便了。这个儿女久病床前无孝子，嗯哼，就更加不想孝养。对，那时候父母就是足球，一脚踢开了，一脚把踢得越远越好。哇，嗯哼，这个就是一种社会啊，嗯哼，不正常的不好的现象。对对对，嗯哼。不过我自己很幸运，我出家了。哎，那你没有儿女啊？我有1000多个出家的弟子。哦，就等于儿女一样。嗯嗯嗯。我这么老了，他们不舍弃我，他们把我当橄榄球。哦，那就是抱得紧紧的意思了。所以我想，这个为什也不一定说每一个老和尚啊，对，土地都不会把它当做橄榄球。对，我想还是你要有慈悲啦，对，你要有教导啦，要感动到他，你要有爱护啦，有学问啦，还是要需要一定条件的。对对，人生，国年老年青年少年。大概一生都需要生存的条件。